有请主持人赵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徐伟老师，欢迎。来自法国梦泉品牌创始人贺东东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来，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他就是个两面派，跟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开始说就喜欢我这样的，而且什么都听我的，可是现在不但敷衍我，而且还开始嫌弃我。我觉得他就是胡思乱想，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总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吧。我想平时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但是他每天根本顾不上搭理我，对我爱搭不理的，我觉得他不爱我了。他特别心急，我俩才在一块这么短时间，他就想有个结果。他还总说我不成熟，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更幼稚。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马28岁，快递分拣员；女嘉宾小郑26岁，来自河北个体。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啊，你好。两位是在网上认识的，是吧？嗯，是在交友软件认识的。当时就是我们聊了一个多月吧，然后见了几次面。然后感觉性格挺好的，也就是挺对眼的，对吧？挺对眼。然后就相处了。小片的最后说了交往1年，对吧？对。但是女生急着结婚，你是觉得太快了，是吧？是，你说刚半年就结婚，是不是有点急？我感觉婚姻、半年的时候就提出要结婚了。啊，对。哦，咋那么急呢？因为我觉得他，我们俩年龄都不小了嘛，应该有一个家了呀。啊，他过年他也该30了。没有，人家上资料上面28嘛。就是说想尽快有个家，要稳定一下嘛。因为每次去他家，他父母也都催这个问题。哦，然后你的态度是，太早。对，就是太早。因为我感觉婚姻就是应该那种水到渠成的比较好。对。而且当时吧，我还没有车，没有房。啊，你说那时候结婚的话，有点像上门女婿了都。你是觉得应该谈的时间长一些，或者了解的深入一些？对，了解深入一些，然后自然一点那种。但我感觉吧，他家心里都没有我了，根本都不爱我了。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借口，你知道吗？哦，怎么会有这感觉的呢？因为我之前跟他说过结婚的时候嘛，他说他没车没房，然后也没有彩礼。啊，我说你没有房，我说你跟我父母住一起呀，对吧？然后他总说那都要看别人脸色，跟上门女婿有什么区别呀？啊，完了我说，我说我父母就我一个姑娘，有我照着你，谁敢欺负你呀，是吧？完了他又说那个没有彩礼，没有彩礼，意思意思，我给个10000块钱，咱们就那个。您这么急着把自个儿就嫁出去了？那个时候他对我挺好的，你知道吗？后来说10000块钱都没有，我说那我就先借给你，反正咱俩以后是一家子，是吧？完了那个，完了借我不也上门女婿吗？你说有我罩着你呢，你怕啥呀？都是你借口吧。后来又说你这太胖了，你这结完婚连孩子都生不了。完了他还让我去做抽脂手术，你知道吗？还让我减肥。哦。因为刚开始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我问过他这问题，然后我说我这胖点你在乎吗？他说胖嘟嘟挺好啊，挺肉乎的，是吧？现在开始嫌弃我。当时你是挺微胖的，是吧？我是说了是喜欢，但是你往后越吃越多，越吃越多。那不是跟你在一块，你说让我就多吃点嘛。那喜欢微胖不是肥胖对吧？我现在有那么胖吗？那你以后呢？你最近也不节制啊！我每次劝过你多少次了？觉得他胖啊，现在。就是他应该节制一点，毕竟太胖的话对身体也不好。我也是为他着想嘛。行，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我想解决心理上疑虑，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哦，解决问题，心里还有没有我？我感觉他一直心里都没有我了。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心里没你了呢？
嗯，就是我们之前他每次惹我生气，我们就去吃自助嘛。以前吃自助的时候，他都会说是给我去拿我喜欢吃的东西，会给我包，会陪我聊天，陪我一起吃，啊、还让我多吃点，然后把他衣服也吃回来嘛。啊，然后吃回来。然后前几次去嘛，他在那块一坐，就在那块玩手机，我说拿东西他也不去，然后对我也是爱答不理的。嗯。过后嘛，我玩了手机，发现他朋友圈，他给我拍抖音，然后发朋友圈里边去了，说他养了一头猪，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量，完了。他还艾特底下那个大胃王，他这不是明摆的，这不是侮辱我吗？朋友圈还给我屏蔽了。不是，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没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个猪啊，挺可爱的嘛。但是我确实没有嘲笑他的意思。哦，那你为什么把他给屏蔽了呢？因为他每次就说他胖吧，他特别生气，然后一生气的时候就总让我。你知道我生气你还发，你什么意思啊？那不就屏蔽你了吗？不想让你看见。你说你在那儿吃饭，然后我自己在那儿什么事都没有。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你以前总会让我多吃点，从来不会嫌弃我。你现在不仅嫌弃我，而且你还侮辱我。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有，我觉得很可爱。好，就算这个可爱，我再问一个问题。嗯。你拍他，把他发到了一个公众媒体上，你经过他的同意了吗？啊，这个真没有。这个现在大家注意啊，都在用智能手机，你拍了别人的东西晒其他，一定要经过本人同意，不经过本人同意，其实这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太不注重这些东西了，对吧？是你女朋友，你也不能就这么干吧？你觉得什么可爱，你得让别人觉得是才叫尊重啊。我觉得你有点不尊重她，你知道吗？但是我后来给她道歉了，然后又请她吃顿饭，又吃一顿，因为每次一生气她就。他只想吃饭，去吃了没？嗯，去了。那你心情，那你也这个没志气的，就感觉他变了，你知道吗？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啊。他还对你做了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他变了？他不是上夜班吗？啊，完了他在北京认识一个女的，也是聊天聊来的。他说那个女的在北京混得多好多好，说他想去找他上班去。啊，就因为这个，完了我俩就又吵起来了嘛。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回，老说工作忙工作忙。但是吧，晚上他跟人家聊天，你说他把我置于何地？他还跟我说，说想去找上班去。没办法，完了我朋友嘛，给他找个工作，就是收银员，五险一金，一个月也3000多块钱，挺稳定的。他不去。非要去北京找人家去。不是，你说作为一个男人想去外边闯一个事业，这个没错吧？分情况啊。但是那个女的我真的跟她没什么关系，你说要是有关系的话我会跟她说吗？真有那个事儿的话我不会跟她说，对不对？但是她就没事就吃这种醋，你说是不是无理取闹？什么叫我吃醋啊？你晚上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你就说你忙，结果你跟她聊天。那我上夜班，我12点以后去上班去，你都睡觉了，怎么跟你？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行？你非要去北京找他呀？你说你想换工作，行，我给你找。结果哎，他非要去找人家。啊，后来去没去啊？没去啊，我拦着不让去嘛。不是，他给我找收银员的工作，我能去吗？一个大男的，你不要面子，我要啊。收银员怎么了？五险一金，一个月3000多块钱，怎么了？那我现在工作不好吗？一个月4000多也够的。是你说上夜班，咱们俩在一起时间很短，都没有发交流吗？那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把这班干完以后，再找个稳定的不也可以？那你告诉我，为啥你非要去北京找他去？你俩啥关系啊？我俩真没关系。哼，谁信呢？不是，他们俩确实有关系，他们俩有深夜聊天的关系，聊友算吗？嗯，也没总聊。啊，也不总聊哈，就偶尔聊一会儿。行，这事儿咱们也翻篇，因为你也没法说嘛。人家就说人家心还在你这儿，而且现实情况不是还留下陪你了吗？是吧，小伙子？我还陪他的啊。还有什么事儿你不放心？还有就是他总说我们在家时间短嘛，是吧？他跟别人合租，完了我就想跟他一起去住嘛，这样两人交流一起不是比较方便一点嘛，是吧？还能更多了解嘛。完了我都跟他那个合租那室友说好了，跟他室友去换个地方住，然后我搬进去不方便点嘛。结果他跟人家说你千万别搬走啊，我不想住他的魔爪，我不想跟他在一块儿。这我真没说。千万别让他搬进来，这他说的啊。啊，这我可没说。你这太过分了嘛，没办法，完了他回去之后嘛。不是，你是听谁说的呀？他那室友告诉我的。哦，那我真没说这话呀。你说没说自己心里清楚？不是，你说那时候我上班吧，然后白天他总上我那儿去，我总得吃饭。行，然后晚上我都上不好班，上班的时候一直困。啊。怕有几天他都不让我去上班去。他就怕我跟那女的聊天，你说我都跟他说了，确实没关系，
他是耽误我工作。那我东西我都搬进去了，你为啥每次下班你把门反锁，你不让我进屋，然后我都睡客厅，你知道吗？你说你一个女的，然后我室友是个男的，这合适吗？完了最后他跟他那室友去找房东，房东说你俩的事儿，两口的事儿，我们没法掺和。最后你知道吧，他们居然把锁给换了，为了不让我进去，太过分了吗？你们觉得？谁过分？他过分呢。为了不让我进他换门锁，你知道吗？你就别去了呗，人家就是不想让你去，你就别去了。但是他老说我们两个了解时间少，然后我就想多了解一下嘛。那也不用天天粘一块儿是吧？要不是我那室友跟我投诉的话，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你还跟他说我把钱给你，然后你从这搬出去吧？我跟他是夫妻，你这么跟人家说逼人家，那我怎么办？最起码我们也住了三四个月了，也有点情谊。什么钱？就是租房的钱，都是说把钱给他，让他搬出去找地方。你拿钱？啊，对，就他那个租房的钱我给他嘛。我说你先找，你搬出去之后我再搬进来嘛。行，您这倒是挺那个的哈，就是反正我喜欢你，我就追求你，是吧？啊，对呀，因为他老说我们在一起时间短，我就想跟他搬进去，两个多了解一下嘛，对吧？啊，现在你们通过一年了解他了吗？我感觉自从我跟他提完结婚之后，他完全变了个人。啊，这半年日子不好过哈，特别不好过。那干嘛不分手啊？舍不得呀。啊？咋舍不得？因为感觉他之前对我挺好的。活在回忆里是吧？嗯，反正就是不知道为啥突然间他就变了个人。啊，一会儿让老师们给你分析。那我现在对你也很好啊，我也没变呢。是不是你最近要求越来越多了？你不好好想想。我要求过分吗？我现在工作是越来越忙了，我每天回你晚了一下，然后你就生我气。你知道我上夜班白天得睡觉吧？那你以前为啥理我呀？那你晚上上班有时间跟你女聊天，你都没时间理我是吧？那你说大半夜我怎么跟你聊？你都睡着了。你跟他聊不跟我聊是吗？我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女朋友。这女生，哎呦，别这么蛮不讲理了好不好？今天来想干嘛？嗯，就是想让他变回他以前的样，就是说，对我就是说，变回以前的样啊。对，不要说太好太好，就是说咱们说得过去是吧？你们俩这个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金钱之间的往来啊？嗯，有，他几乎每个月他那个工资都不够花，然后都要跟我借。我还了，我都还了啊，而且我也没有每个月都借吧。因为之前感觉挺好嘛，然后到后来感觉变了个人，然后我就说我借你钱可以，你每天送我一束玫瑰花，有点小浪漫嘛，跟以前似的，是吧？他同意了，完了送了没几次。就是您这借钱还带利息的哈？就小玫瑰花，这个夫妻之间很正常嘛。什么夫妻？你们什么夫妻？对象之间嘛，我感觉。但是吧，他送了几次他就不送了，他就说玫瑰花太贵了，我就说这钱我花，我给你没花钱，就让你送我，跑腿费我也出了。那我想让你省点钱过日子吧。完了就这样，他也是，人家下雨送不了，明天有事去不了，也是这样。哎，你喜欢这姑娘吗？你说实话。说实话是挺好的，我希望她现在都是能够节制一些，因为她有些坏习惯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说过很多次了。
对吧？啊，对，因为我很纠结。还纠结呢？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先跟我说说你长了30斤之后，你个人的这种身体上的感受好吗？我觉得就是衣服需要买大一码的。跟他在一起之前嘛，我就是减过肥的。啊，是我减完肥之后，然后才跟他在一起的。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那不就一起经常去吃自助，就去吃嘛。然后就又你就是比较易胖的体质是吗？啊，对对对，就是一吃就胖，一吃就胖。其实刚刚我一直在听这个小伙子说，好像他对你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就是觉得你可能自控能力差了一点。因为我之前跟他说过，说我会说有点胖，问他嫌弃不嫌弃，他说肉肉肚子挺好。他可能那个时候说的是30斤之前的那个状态。如果我站在小伙子的角度，我确实，我觉得我挺着急的，为女朋友，就是一下之间你的体重增加了这么多，因为我做一个健康节目，我知道一个人的体重长了30斤之后，他身体的这种负重，包括心脏、血管，其实都不是健康的。而且姑娘，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控制饮食、控制体重，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这么难的事情，自控力并不强，其实他是有理由担心你们未来的。我可以减肥，因为我之前减过，说可以，就是说健康的减肥，这个我能接受。但是现在就是说，主要是希望他能够改变一下，能够变回，就是不要这么嫌弃我。我感觉他现在心中就没有我了，感觉。你可以把他先放在一边。你对你的体重的增长，你有一点难过，或者是觉得？有。有是吗？对。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你为什么不从自己先开始做呢？让自己慢慢的减下来，科学的、健康的，用你自己的意志力，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体重降下来到一个健康的、合理的范畴之内，然后你再去考虑他的态度。过多的把自己的这种快乐、幸福建立在对方的这种情感上，我觉得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所以姑娘，不要管别人怎么做，你的太多的幸福需求，你的个人的这种快乐都建立在别人的身上了，你先想你自己。而且你所做的每一步似乎让人觉得你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因为我对自己有一点不自信嘛。不自信的原因是因为体重？对。你既然已经这么清醒地意识到了你不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体重，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做起？所以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体重降下来，让你有充足的自信面对自己，然后你再去面对他，好吗？可以。好，看你的了。好，谢谢朱军老师。男生不想跟他谈婚论嫁，这是因为他的胖吗？不是，因为就是当时半年嘛，就是太着急了有点。我感觉婚姻就应该那种循序渐进的，那种很自然的感觉。所以你们之间的矛盾到底是胖，还是那个需要结婚的时间在意，到底是什么？我是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得更好一点。什么做得更好？具体点。体重管理。对，因为他现在就如果他减掉30斤，那我会倒追他。啊。哦，你眼中就是评论一个女人是否能结婚就是胖与瘦是吗？不是这个胖，是那个决心应该算是。决心？对，因为我劝过他很多次，当然都没有用。而且每一次吧，他都变本加厉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胖吗？不知道。他有一句话呀，一生气就愿意吃，对吧？这是你说的，你也发现了，对不对？对。为什么女孩要通过吃来排解自己的烦闷？因为她也知道自己胖，她其实也想减肥，对不对？为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跟你无法沟通。当一个女孩把自己的苦闷依托于其他的某件事情上能得到的欢愉来弥补的情况下，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懂的，没有人能够跟她真正的去沟通，而她期望的这个人就是你，但你不理解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跟你结婚啊。你彩礼我都可以借钱给你，你到我们家没问题，我罩着你，千方百计的去要跟你搬到一起。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上赶的吗？难道他不知道吗？
但在这几件事上，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充分的能够让他接受的理由去把婚期的事情在意？你只是简单粗暴的说不行啊，我一定要挣到什么什么钱再娶你，其实那个目标来说到底是借口还真实的目标呢？这已经不成为问题，为什么你要把它人为的设置成问题，还去换锁，跟自己室友说别让他搬进来？你为什么不能坦坦荡荡的跟这个女孩沟通呢？她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她以为啊只是说嫌我胖了，所以你带给她只有苦闷，苦闷她又不能得到排解，只能又去吃，这样恶性循环啊。所以男生，你真的喜欢她吗？你不要拿一个条件来作为跟她结婚的借口啊。你真的喜欢她吗？嗯，现在对她还有好感。还有好感是吧？啊，对。女生听见了吗？你千万不要再跟她提结婚了，你现在的地位已经到地上了，你不要再往五体投地了，明白了吗？明白。好感，好感这是件好事儿，可以慢慢的去谈，增加更多的好感才能去结婚，对不对？否则你在他心目中会，他越来越恐惧你了，躲着你，然后你又生气，然后你又去吃，对你不好啊。你说了你不太自信，对不对？不自信来源于什么？不来源于他，来源于你自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把自己过得有自信美美的，想结婚可以，但一定要找对人，一定要讲究节奏，慢慢来，强拧的瓜是不甜的，明白吗？我还特想补充一句，就刚刚我忘了，就女生还花钱让男生每天给她送花，还付跑腿费，她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哦，对，你这个钱就白花了，你直接给花店。我告诉你，花店的人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保证准时给你送到。嗯，你何必呢？是吧？所以啊，你要的到底是那花儿，还是送花那个人？要的是花儿，花钱就能买，关键是这个送花的人有没有这颗心呢？花再多钱也买不到的，明白吗？与其花冤枉钱，不如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好吗？嗯，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姑娘，我帮你拆穿一个谎言。这个男生说他是因为你胖，其实不是。最稳固的爱情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很显然，这个男生一开始说你胖嘟嘟的蛮可爱的，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那他后来对你的感情若即若离，是因为他发现了你性格当中的不自律。他都嫌弃你胖了，你还吃，你吃吃吃自暴自弃。所以这个男生他不爱你，不是因为那30斤，而是因为他觉得你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自律性。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自律一下。一个连体重都掌握不了的人，如何掌握自己的人生以及爱情？我也想戳穿一下男生的一个谎言。你刚才跟他说，我去你们家不是上门女婿吗？你那么有志气，你干嘛跟人家姑娘借钱呢？甭管这个钱你还没还，所以你对这个女孩子是没有爱情的，你并不爱她，何必骗她？谢谢。好，谢谢何老师。胖没有关系，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可爱的小胖子。说实话，我挺喜欢看微胖的女生，我倒不太喜欢那种骨瘦如柴的女生。但是很多可爱的小胖子。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来，请关门。最后就是补充一句啊，千万不要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又像看了很多那个报道一样，什么什么什么胖女孩减了多少斤，励志就怎么着怎么着了。身材的这个管理，它应该是人生管理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人生管理的全部啊。身材的胖和瘦，只要健康其实就好，那是一个审美趋势的问题，跟漂不漂亮我们不把它画上一个等号。说白了，在恋爱当中，最终决定的还是两个人对彼此的那种感受和为对方做的那点事儿，跟体重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你还可以见到那种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另外一个人不离不弃的爱情。所以不要为他们的结局所左右你对事情的一个基本看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是看到一点东西之后愿意把它无限放大，说哎呀，因为什么他们分手了，他们的分手是跟爱有关，体重只是一个表象的原因。来看看他们最后做怎样的选择，请开门。在一起两年多了，最开始他还是对我挺好的，但后来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对我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实在是太强了，而且他还总是限制我和异性的交流。是因为他总是和异性交往的过于亲密，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他每次答应我要改，却一直没有真正的改过。每天做任何事情都得向他报备，这样我真的很累。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也根本不理解我对他的良苦用心。这段感情让我感到很辛苦，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吉林学生；女嘉宾小吴，24岁，来自贵州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谈了多久啊？3年多了。谈了大概3年了。哦，同学是吧？对，一个学校的。现在嫌人管你管得紧是吧？是的。啊，恋爱谈得累是吧？嗯。啊，怎么个管法啊？我们商店是在大二的时候嘛，在一个超级课程表上，那个时候不是要期末考试嘛，然后数学底子不太好，然后我就想找一个工科班的男生去蹭一下他们的数学课，我就问了3个人，然后就他回复了我，这一来二去的话就聊天嘛哈，他追我就追了3个月，然后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大半年，从来没有跟我吵过一次架，什么都听我的。但是到了后来的话，这个衣食住行他都要管着我。哦，对，怎么个管法啊？先从穿衣服说起吧。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化了一个精致的妆，穿得比较漂亮吧，然后去上课，然后就拍了一个自拍照给他看，他就戳我，你凭什么戳我呀？因为他是一个学生，我觉得他穿得那么好看，不符合上课的规矩，就是不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学生的仪容仪表。他是把自己当老师了啊！但是老师都没有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就穿成这样的话，穿了一个露脐装，然后穿了一个短裤，你给老师看到的话，他心里也会不舒服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这种穿法呀！哎呀，而且我觉得女生都喜欢露点小蛮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呀。哎呀，这不就是我们做男人的那点小心思、小心眼儿吗？
就怕别人多看了，是吧？对，行了，这个不说了嘛，都会有点这么个小心思。穿衣服不说吧，我觉得他吃的也管。我记得有一次，他硬是让我吃那个冬瓜肉片跟番茄鸡蛋，整整吃了半个月。为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去做兼职嘛，晕倒了，然后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他是低血糖，必须要吃一些维生素来补充一下，吃些肉，因为他平时减肥，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肉啊。然后我就上食堂给他打菜，他只爱吃番茄和那个冬瓜。哦。这不是为你好吗？但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不对啊，就算是补充营养，那也可以吃其他的呀，非得听医生的话。不听医生的话，听谁的话呀？但是我觉得您那会儿不是生病了吗？我觉得这是关心，哎，姑娘。对，这不是管制啊，这只是关心。的确是关心，我也觉得他很辛苦，所以我就吃了半个月，但是我就想让他改一下他的方法。啊，这要求还挺高的，衣食。住行也管是吧？对，他老喜欢卡时间，我觉得。还有一次我跟我闺蜜出去玩嘛，然后的话他在考研是没有时间陪我的，那天刚好是周末嘛，然后就3点我出门的，他告诉我早点回去，然后我就答应他了。但是那天小吃街人特别多，我排队可能排一个小时只吃到一种小吃。后来到了6点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就说去吃晚饭，然后我闺蜜就想拍照，我就花了半个小时给他拍照，然后没看手机嘛，后来一看手机，他给我打了20个电话，5条短信，我都没有回，吓得我慌了，我赶紧给他打过去，他还凶我。哦，怕啥呀？他出门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复习，我在紧张的复习，我没有时间去管着他，去看着他，我连续跟他说了3遍，我强调了3遍，我说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在复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你，就照看你的安全。就照看他的安全，我不太放心呢。哦。然后我给他8点多打电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生气。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了呢？他担心我跟别人在一起嘛，后来我就让我闺蜜接电话，就给我证实一下我的清白。然后他就把我闺蜜说你闭嘴，他让我闺蜜闭嘴，你知道吗？主持人，我觉得特别不尊重别人，那是我的好朋友呀。那个时候我很着急，我希望和我女朋友快速交流，他的闺蜜接起电话，然后在那儿就含糊不清的也说不清楚，我就特别着急，所以我让他闭嘴，我要跟他说话。后来我也答应他了，我说我会早点回去，但他非得给我卡时间，卡成15分钟。我们那段路有3公里，而且那天是周末嘛，比较堵车，15分钟根本就赶不回去，他偏要我那个时间段回去。我只是希望他就能快点回来。然后后来回去了吗？后来回去了呀，那个时候晚饭都没吃，我就赶回去了，但是还是超过了15分钟。行，我觉得还好嘛，就男生的关心嘛，方法不对。还有一次啊，我记得我过年回家的时候，那次同学聚会嘛，就本来大家就2年没见了，就想多玩一会儿，然后他非得让我早点回去。后来的话没听到的话，他就跟我闹分手。我觉得他应该早点回去，他要玩到12点之后，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不是，你怎么觉得老担心他的安全呢？你如果我不管着他，我总感觉他会跑了。哦，你害怕他跟别人跑了是吧？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和感受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去丽江玩嘛，回来之后下了飞机应该是12点多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个男的跟他视频电话，那晚上12点多了。我都给你解释过了呀，那是我兼职认识的朋友啊。那为什么咱俩在一起之前你给他删了，然后后来又加回来了？我就是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呀，至少人家曾经对我好过呀。那我是你的男朋友，你为什么要管别人呢？那我觉得我的世界里除了你我还有其他的呀，我不仅我的世界全是你啊，我的生活全是你啊。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去磨叽这个事情，我说你一定要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要去跟别人闲聊，这种事情你只答应我了并没有做到。我怎么没做到呀？我觉得我都已经尽量在改了呀。我为了他我现在异性朋友几乎一个都没了。我觉得他总是说自己在改，并没有真真切切的改过。我在他手机里就发现有一个男的一周比我给他打电话打得都勤。那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啊，而且那段时间我在生病，他随便关心我一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呀。你生病了我可以去关心你，我隔了10几里路我去给你买药给你送，然后你还需要得到别人的关心？那别人要关心我，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你完完全全可以拒绝他的关心。那我怎么拒绝？我说啊，你闭嘴，你不用关心我，那不是有病吗？不是，这没什么，你说有我男朋友的吗？是吧？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啊，但是他还一如既往的关心。对，他就是关心我，而且他可能就2天打一次电话，而且我很多电话都是没接的，就算接了就也只是1-2分钟，并没有说太多。他从来都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因为我跟他说过，我对待一份感情的底线就是我不喜欢别人跟我的女朋友闲聊，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啊。更过分的是在后面，然后我看他的微信，他和一个男的聊天很暧昧，然后我还带了证据来。不是，你先等等啊，我们能看吗？因为是他的那个，对吧？可以看，是跟你可以看啊，我们看一下。
哪个是你女朋友啊？右边的，这个哈。嗯，你那么大了，怎么给一个吻可以吗？只是想安慰。还有吗？没有了，我只保存到这些。啊，这个好像啊，不仅仅限于关心了吧？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哦，这是另外一个啊。啊，姑娘，你这就难怪他那么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呢。这个是在微博上认识的嘛？就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发条自己的照片啊，自拍，然后微博认识的，后来加了我，是老乡嘛，就比我可能要大4-5岁。然后他在贵阳的话人脉比较多，那个时候闺蜜在贵阳正在找工作嘛，然后我就觉得就跟他关系弄好一点，就给我闺蜜找一份好的工作。但是我第二天我并没有跟他讲什么。这不太好吧？但是我觉得，就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的，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是有我男朋友的照片的。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为什么他说你快点回来吧，他老担心。对，他从来没有把我就说的话放在心上。我每天至少要花5分钟时间，我跟他说，我说你不准跟别人闲聊，你不让别人靠近你，你也不去靠近别人。所以这个恋爱谈的累呢，谈着自己的恋爱还得管着别人，世界那么大，哪管得过来啊？在他没有生气之前，他没有看到之前，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发了一个过激的表情而已。啊！但是当他生气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然后那天我还一直跟着他，跟他道歉嘛，就跟他请示了，他还让我滚。这么多人的面，他让我滚，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就真的太过分了。后来的话，我还是没有放弃，一直在跟他道歉。我都在操场上等他，那天在下雪，我都已经在求他了，他还是不原谅我。那后来呢？后来的话就过了2-3天吧，就那个时候我也在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就给他买了一双球鞋，就跟他道歉，说以后再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后来他就原谅我了，但是我觉得他原谅我，他就要求我要求做得更多。他让我跟别人就聊天嘛，就3句话回复，就是第一是你是，第二句是有事吗，第三句我有男朋友，我答应他了。啊，对，我就聊到第四句的时候是要重复吗？第4句就如果他再闲聊就给他删掉，如果没有闲聊就不管了，不回了。哦，这是要求固定的微信通信格式是吧？嗯，是。但我觉得这样子也得分情况吧。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么做了，然后我给别人发过去，别人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讲了我的名字，然后他又讲了一句，然后我就说我有男朋友，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着什么急啊，我又不抢你男朋友，就觉得我这句我有男朋友就很突兀，就真的很尴尬。还有一次更可恶的是，我出去兼职嘛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他就加了我，就也是学生嘛，然后可能是想跟我一起做兼职，就是一起分享资源。然后那天回来就他就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然后我都是很平淡的回复过去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截图给我男朋友看了，我心想他能表扬我，没想到他还很生气，他说我马上给他删掉。这个朋友是我第二天还要见面的，删掉别人很尴尬呀。然后我不听他的话，他马上把我 QQ 拉黑了，又跟我闹分手。哦，我真的很生气，我觉得他太无理取闹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刚才我讲那个事情之后，就聊天这个事情之后，然后那几天我就很担心他，很没有安全感，我就加倍担心他那几天。然后我告诉他怎么做，他也没有按照我说的那么做。告诉别人他有男朋友很困难吗？我觉得告不告诉别人有没有男朋友不重要吧，重要的心里有没有你嘛，他有了你之后跟别人保持不保持距离嘛，这是重要的吧。我就不喜欢别人去靠近他。你这3年恋爱谈下来，觉得这女生对你怎么样啊，小伙子？对我还是很好的。那不就行了吗？你感觉她喜欢你吗？喜欢。在乎你吗？在乎。好了呀。但是我就觉得她和异性这些接触让我很苦恼，别人跟我的女朋友闲聊我很烦。我俩在一起第一天开始我就跟她说过这事情，然后我俩3年了一直都在说这个事情，她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改过。所以在女生的这个认识里面是说，我跟异性去正常的聊天应该没什么，对吧？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了？我们现在就是即将毕业了，我前一阵在考研嘛，因为他是保研的，然后我想不跟他拉开太大的差距，我想我们可以以后去一个城市，在一所学校里继续我们的故事。啊，但是他这些问题让我就是很接受不了，让我很迷茫，对我们的未来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啊，那就好好考研，跟他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但是不一定能去那所学校，所以如果我们要分开的话，或者是异地的话，我不敢很自信地保证我们这段感情能否继续下去。等于马上你一毕业就读研去了是吧？对。
然后你就面临着直接毕业了，对吧？嗯，有可能直接毕业，有可能去读研，但我现在还不确定嘛。好，所以其实处在一个在物理距离上有可能被拉得很长的一个可能性，是这意思吧？对，就是异地嘛。啊，而且他这种性格让我很不放心。啊，平常他应该很关心你、呵护你，对吧？对，很关心我。我的室友他们都羡慕我，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其实我觉得我男朋友管我管得很严，只要他对我好一点，就会管得更多。哦。有时候我觉得他对我的好反而是一种束缚。啊，怕他跑了。我只是想我们的感情更牢固一些。我想用我的好去感动他啊，让他能不要离开我。那下一步怎么打算呢？因为他的去向是明确的，对吧？对。而你是不定的嘛。我下一步怎么打算？我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如果我能读上研，这是最好的事情啊。我俩去个同一所学校啊。如果我真的没考上的话，我就想去他那所城市青岛，然后他报的是青岛的一个大学，跟他一起去生活。我不是很能接受异地啊。你们俩商量过这个事儿吗？商量过，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带着我，我觉得他可以就跟随自己的意愿，就觉得他是在为自己做努力，而不是说为了我。什么叫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带着你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比如说他又去考研，比如说他万一失败了呢？我觉得他又浪费了一年。那到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分开了，我觉得他的这两年的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去负责任的。对，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就是你要考研就你要考研，你别说你为我考，是这意思吧？对，我觉得你说你要考研，你是想让你以后变得更好都可以，但是不要说是为了我，是不要带着我。那你接受异地吗？不接受。那不就是吗？他虽然不说我去青岛工作是为了你，实际上不是还是为了这段感情吗？反正我觉得就不选他那样讲，我觉得就算他换一种说法，我心里都会好过一点点。啊，就是让你自己心里没那么累，是这意思吧？对。那你们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就想让他改一下，就不要就那么强硬的让我去做每一件事，不要要求我的衣食住行、日常交际。我来的目的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中立的办法，就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我想得到一个旁观者怎么看来我们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然后我可以向这个方向去改。所以我要明确一点嘛，女生还想跟这样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吗？他对你很好，他每一次加倍的对你好，在你那儿就意味着他要加倍的约束或者束缚你，你还想跟他继续在一起吗？我觉得我现在很迷茫，因为我觉得如果错过了他，可能我的未来就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么懂我，这么能够把我捧在手心上。但是如果继续跟他在一起，我又害怕哪天又不经意间又跟他吵架了，然后他又发现我跟某个男生在讲话。我觉得这种管制我受不了。所以女生到现在为止还是挺清楚的啊。对，男生是要跟女生在一起吗？我觉得我很爱她，我也很喜欢她。嗯，但是她和异性的这种亲密的交往让我很不能接受。所以两个人状态其实不在一个状态点上，女生现在是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对。啊，她说的那个话我觉得特别清楚嘛。哎呀，这个男人可能错过了，我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男人了。但是可是他带给我好的同时，我真的有点窒息的感觉，所以我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男生就特别明确，男人说我要跟他在一起，只要他改到一点，我愿意把所有东西都给他，是这意思吧？嗯，好，老师们看看你们会给这对情侣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反反复复听到这个男生说的话，我都有点错位，我似乎感觉到在我耳边说的应该是一个女生的抱怨，一个女生对男朋友的抱怨，她总是不专一，她总是不听话，她总是和别人搭讪，有一些暧昧的语言。反过来一个男生说的时候，我很困惑，甚至有点诧异，而且听起来时间也不短了，3年的时间了，对吗？对。在3年里，你一直试图改变他，甚至你给他规定了非常明晰的一些回复的固定词语等等，所以我在想3年可能还没有改到像你期待的那样吧。对。如果他只能做到这些了呢？这就是他使劲努力最后的结果，就只能这样了，你能接受吗？挺难的，看来。她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女孩子，她不觉得跟别人的这种交流方式啊、对话呀，
会给你有伤害，但在你看来却是已经触及你底线的。所以我想这是两个人可能对同一个事物认知的不同，对你们二人而言可能抉择起来也会有一定的痛苦。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倒赞成女孩这种利落的观念，你所有的选择关乎你自己，与他人无关，只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才不会抱怨，不会后悔，不会因为曾经的付出将来没有结果而觉得追悔莫及。所以如果女孩她非常坚定地选择她的读研之路，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始新的生活，我觉得男生你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因为我希望试图改变一个人，我们已经有了3年的基础了，所以我不能放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并非明智的选择吧。所以像姑娘一样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你自己做一份抉择吧，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男生不希望有那么多别的异性聊你的女朋友是吧？对。你说他们为什么即使知道好，谢谢曲总。谢谢老师。我想对女孩说一句话：真正的爱情容不得一点暧昧。是你给了这个男孩不安全感。如果这一段感情不是你的最终，我希望你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学会如何去拒绝。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位博士，女生，非常漂亮，她的老公很普通。然后她去留学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担心说她会不会变心。可是我女朋友做得非常到位，她把她和她先生的结婚照片去到那个学校之后放在床头一张，放在他们教室的桌子上一张。她会告诉所有的男生说，对不起，我已经名花有主，你再对我的暧昧拒绝。所以我想告诉你，真正的爱情容不得一点暧昧，你要对你自己的爱情负责任。我想对这个男生说，三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相爱的两个人仍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你为什么那么想把控他呢？做好你自己，
你如果是堂堂正正、真正的优质的七尺男儿，何患无妻？何必把自己爱得那么辛苦？把这段话送给你们两位，谢谢。好，谢谢何老师。控制与被控制就像硬币的两面，你控制对方的同时，你也在被控制。你们俩之间说不清楚是先有了反抗还是先有了控制，但没有关系，这已经成为你们互动的方式。只是现在要打破平衡了。如果你一旦妥协于他的控制，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很听话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一丝惬意，觉得我的控制有了作用，是吧？嗯。你也不是全有痛苦，只有他不听话的时候你才有痛苦，你肯定也有你惬意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一旦妥协于你的反抗，比如说你刚才的那段聊天，比如说你违抗他的控制，跟别的异性过于的亲密的时候，他吃醋了，你也会得到一丝快乐，有一丝优越感，是吗？没有，我觉得被他发现之后，我心里面是很恐惧的。恐惧？对。为什么不是心疼呢？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招来这么多人就想要给他危机感，并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出类似于像微信聊天里面那种跟其他异性的暧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是跟着你的感觉走的，你觉得你有优势，越想控制就越想反抗，这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控制或不控制也不重要，普通人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普通的夫妻还有另外的一面，你们却没有。比如说当男生你在控制他满足自己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不会想一想，我会不会让他窒息，让他难受？如果你会这样想，那你的控制与心疼就达到了平衡。而女生也是一样的，我在跟其他异性走得过近的同时，对方心里会不会舒服？他会不会紧张？他会不会压抑？如果有这两方面的平衡，这大概就是正常的爱情。就刚才贺老师说的那个例子，其实生活当中有些女生都是这样做的。当一个异性一定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心意和礼物的时候，甚至说我已经喜欢你很多年，我一直不敢表白，今天我终于有勇气说了出来，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这份心意，我不是想要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一定要强迫你接受我的爱，我只想把它送给你，这样的话我心里会好受一些。但有些女生就会说，你好受了，我男朋友不好受，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这种话在你嘴里是断然说不出来的，否则的话你也不可能会有那样的聊天记录。你要是真的想做一个自由的人，那你就索性跟他说，不要管我，我成为不了你喜欢那样的人。所以其实今天主动的选择权在你这里，如果你不想被控制，那你就可以自由地走，那是你的权利，但请你不要两面你都贪恋。还是那句话，好多年前说的，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谢谢老师。我发现这个女生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人，恰恰是因为你太聪明太理性了，所以你这个恋爱谈的让你自己现在手足无措了。就恋爱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我有感觉我就好好的去爱嘛，但是我会发现你在这段情感当中你权衡了太多的利弊。你最后一段话说的是，也许我失去了他不会再有一个人对我那么好，对吧？这是原话哈。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现在要的无外乎就是说你到青岛可以吗？这句话我把它翻译得非常直白，就是这么一句话，还想跟我好吗？还想跟我好到青岛来，但是你不许说，说了你就别来，我可不背什么责任。你来青岛照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我也没有许你一个什么未来。这个态度一半是对的嘛，对吧？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有多爱，我当然不能把自己许给你，这个态度一半是对的嘛，但是另一半又是不对的嘛，因为话没有说清楚嘛。你啊，该考研考研，去不去青岛工作要考虑自己学的专业，在青岛有没有合适你的工作，对你未来的发展有没有好处。
如果这个女生真的是爱你的，你真的是爱她的，你们之间是真的有爱的，现在中国这交通这么发达，能还能阻止了你们爱了？聪明的女生，别太聪明了。真的聪明是，好多事情我看到了，我想到了，但是我知道距离在哪。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跟你在一起也三年了，其实我喜不喜欢你，你也是知。来，请关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去。有网友提问：我是一名大四的女生，跟男朋友在一起半年多了，但是我自己太作，老是把分手挂在嘴边，因为我老是疑神疑鬼，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爱我。就在昨天，我彻底惹怒了他，现在他非要跟我分手，说他被我折磨得心累了。我非常想挽回他，我也知道我自己有非常大的问题，现在面临毕业压力也很大，搞成这样我干什么都没劲。分手挂在嘴边的那个人，通常就是那个最害怕分手的人。愿意改变就拿出行动来吧，管住自己的嘴，学好该学的课，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把爱放在行动上吧。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